车，对，懒得爬阶梯。还能这样可以吗？还能任务对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介绍说，佛祖当年在这种树下出生的，叫佛诞树，或叫万忧树。好，它的花开得非常的漂亮，各位哈，上面好像有一朵。这棵树呢，大家都比较认识。好，菩提树就是释迦牟尼打坐修成佛的那棵树，叫菩提树。出生的那棵树呢，就叫我们一般导游就叫佛诞。印度1943年从印度拔植过来，种在这个位置的。啊，释迦牟尼靠近一点点，各位哈，听不到，等下别人说我们那么大声。泰国是唯一的佛教国家用。除了用其他的鲜花来拜拜以外，也习惯用这个花来拜拜。为了什么呢？第一就是念到当初佛祖出生的时候走了七步，每走一步莲花来接他的脚。我们不是中国话有一句话说出淤泥而不染，就是荷花啊。然后呢，第二个符合现在的环保时代，这个东西会环保。为什么？因为鲜花放个一天两天就谢了，就要丢了。龙的身体上这一段不算，下面那一段不算。好，龙的身体就有306个阶梯。哦，这个就是306龙啊，龙尾到龙头那里有306，这个不算哦，这个增加，那下面也增加，所以加起来应该400应该有。哎，走上来之后，走电梯就是，没有，走电梯在那边。我是说刚好就是从下面到上面，对，如果走进就是走电梯。对，下去接下去。以前没有电梯，所以一定要走路上嘛。下去一样可以从这边走下去。不想走路的人，你刚才我给你们那张票去搭电梯。小象就死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它的纪念碑了。那颗舍利子呢，就埋藏在下面，这个下面。当初埋下去之后呢，就做一个塔，给它压镇住而已。可是后来呢，不断的维修破关，增加增大，变成现在面金碧辉煌的舍利塔。那有黄金的成分呢，各位，
好，可是呢，纯金不能打成片嘛，要加啊，就有这个呢哈，有金的成分，是外壳而已，里面一样是水泥，好，外壳哈，在上面那个一层一层那个就是金比较纯一点，佛法僧，啊，佛教有三宝，佛法僧，佛法僧人，就僧人就是那个和尚，好，泰国人。好，各位，贫富相差很大，有些人就很有钱，有钱嘛，好，有那个什么。这个呢，在泰国哈，除了知道你是哪月哪月哪日生以外，还有著名礼拜几出生，所以这个呢，我们叫星期佛、生日佛、生日佛，看你哪天生，一般会拜的话就拜那一尊。对，从做了那个不算，站了第一尊就是礼拜天的，站了第二尊是礼拜一的，卧佛礼拜二，礼拜三，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。这一尊是礼拜三，他礼拜。